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带您看到是俄乌战场的杀戮九月正式启动。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俄罗斯发动开战三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飞弹攻击，俄军集中火力攻击一所乌克兰军校，至少已经造成了51人死亡，270多人轻重伤。刚刚完训的战场尖兵可能遭到团灭了。而最新消息传出，俄罗斯这一次的猛烈攻击可能会让美国加速同意提供乌克兰 AGM-158 这一款逆踪杀手。我们说过，它是可以打到俄罗斯本土境内300公里，直接威胁30座的空军基地的。因此，专家就极度担心，普丁出重手的这一波血腥杀戮，会不会进一步触发核战？马老师会走到那一步吗？已经逼近那一步了，核战已经迫在眉睫了。我真的很奇怪，各位观众，俄罗斯已经发射了数枚太空核弹，就是核弹卫星已经发到太空上面去了。太空核弹、啊、我们现在已经，俄罗斯已经有数枚太空核弹是在低空轨道上绕行了。哎呦，这么严重的事情没有人关心，台湾没有在讨论这件事情。我告诉你，只有一个国家紧张到万分。谁？美国。美国现在已经全面启动核战的准备，他看到现在已有太空核弹在我们头上绕了。好，各位观众，你听我讲这件事情。现在俄乌战争已经到了绝命关头，普丁下令了，9月30号以前，库斯科的乌克兰要赶走，但他赶不走，赶不走，他现在怎么办？他就狂轰猛炸乌克兰本土。我打得你非撤不可，我看我每天去搞你。好，这昨天各位看，俄罗斯空袭基辅旁边的一个城市，是你晓得吗？目前已知死了超过50人，受伤超过250人，太惨烈了。好，导播来看这张照片，我给大家看，这个是乌军他们在训练所前面是欢乐，还哇举手欢乐的照片，看到没有？是。现在这一群人有几个人还活的？因为在昨天的轰炸中，各位看他们训练所变这个样子，训练所变这个样子，是看到没有？本这些学员全部是训练所里面的学员，还欢乐的围绕。好，普丁用这么凶狠残暴的手段去打乌克兰的平民，包括医院、学校都没放过，就是要逼乌克兰，你给我从库斯科撤军，我就不这样做了，惹起了世界西方国家的非常生气跟愤怒。因此美国正式宣布，我要提供你 JSSM 的飞弹，我决定提供你了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讲的最简单，什么叫 JSSM？除了核弹之外，它是世界上传统炸弹里面最厉害的。传统炸弹最厉害的，它会松绑让乌克兰去打吗？好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我送你，但是一定有限制，你不能够用这个飞弹去打俄罗斯本土，因为俄罗斯已经正式发出声明了。对，如果你给他的飞弹有一枚攻击到俄罗斯，后果非常非常非常严重。你讲了三个非常。哎，好，我等下再给你讲。那这个飞弹它主要是空射空打地的。对，那空射现在乌克兰拿的飞弹有一个问题，是它的飞机要怎么 link 这个飞弹，是它都是俄系的。对对，它都是米格啊、苏凯啊。对，你这个系统要全面更改，你才能 link 这个飞弹才能发射。这是第一个问题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就是美国不让你打，但是你以为乌克兰都会听话吗？他会不会悄悄打？他这个一悄悄打的话，那就麻烦。他可以攻击俄罗斯所有的目标，包括一个最重要目标克林姆林宫。所以这一枚是打得到红场的。现在为什么我刚刚讲恐怖恐怖恐怖，世界核弹迫在眉睫，两个迹象。各位看这个，这个真的是太恐怖了。这个是路透社独家取得的卫星画面，这里老师帮我们画了5个红圈圈，什么意思？好，
居然这是海燕飞曲翼飞弹的基地。海燕啊，海燕要服役了。我告诉你，各位观众，我一定要跟你讲，海燕有多严重。这是海燕的发射平台，是九个发射平台，嗯哼，每三个一组，三个一组。都用很厚很厚的为主体把它围起来，是一方面让你不能攻击它，对，一方面它万一自爆，海燕会自爆的，对，一自爆毁三枚，那另外六枚还活的，对，那红圈圈是什么？这是核弹头储存厂。哦天，我和海燕在这里，核弹头储存厂在这里。好，各位，你知道海燕是全世界天下最无敌的曲翼飞弹，它哪里无敌了？因为它用核。它是核动力，是它的，它不是燃料，对，它就是个小型核电厂，是它的发，是它的引擎，飞行的核电厂，它就是它的引擎就是核电厂，哎，是它用核能发电的，飞弹一打出去，它飞不累的，它飞不累，它核能在是它的燃料，是它飞不累，对，第二飞不累，第二它爱怎么飞就怎么飞，没有什么低空高空，它可以全部全低空飞，第三个它可以慢慢绕世界。不打下去，所以谁还在跟你什么一万公里射程、两万公里射程？它可以一直飞啊！还没完，注意这五个是核弹头基地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可以同时发射十二枚核弹，除了十二枚核弹打出去，你说我把它打掉嘛？它本身就是个核弹，那不是想毁灭吗？因为它是红核动力啊，对，而且它一起飞开始就开始在污染，因为它不像我们一样，那个核电厂还有层层保护啊，是，那核动力是它的燃料，对，它就开始一路出去就一路污染，它本身就是没核弹，你把它打下来，它整个都是核弹爆炸。好，海燕在2016年开始研发，你知道那个俄罗斯试射了13次，是失败11次，对，成功2次，对，失败11次，一次是一起飞就爆炸，把五个核心的科学家全部炸死了，是，一次掉到白海里面，掉白海里面以后，一年后发觉。那个引擎还在放辐射，真的是可怕，太可怕。所以现在居然，注意这张照片，海燕居然成的一个基地就在莫斯科以北495公里的地方。是。好，各位，最严重的是这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听得天下大乱。这是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，他到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去做听证会的作证的时候，他说出什么？听证会问他说，议员众议员问他说，究竟会不会发生核战？他居然惊天动地讲个消息，他说俄罗斯已经发射太空核弹数枚到太空中去了。太空核弹就是第一次被证实，被证实。他说美国已经正式向俄罗斯送出正式的谴责。是，各位知道太空核弹怎么样？它在上面一爆炸哈，所有的低轨道卫星对全部都下掉，都下掉，因为它会有电磁脉冲哦。是，砰一冲，对不起，低轨道完全全部炸。老那个俄罗斯现在最恨的就是马斯克的星链，星链就是低轨道的，因为乌克兰战争对就是靠。马斯克的星链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，所以他上了几枚上去。如果他一爆炸，对不起，第一个，包括台湾都会受影响，是所有通信啊、电力啊这些，通通都要受到影响。那这世界就毁一半了呀！毁一半。海燕的基地图出来了，是美国居然在国会证实，俄罗斯已经有卫星核弹数枚飞上太空了，这已经是全世界大事了。现在你把普丁逼急了，我在太空核弹一引爆，全世界都受影响。我问你啊，所以你刚提到了四个字叫做绝命关头，容不下一丝的误判，已经被推到了核战的边缘。美国有什么方法让普丁不会误判呢？我告诉各位，美国核弹三体，浅射、陆射跟空射。那空射最厉害的是美国天下无敌的 B2。幽灵隐形重型轰炸机，这个 B2， 各位看，12架 B2 联合大象起飞，飞给普丁看，这个太震撼了。我跟大家讲，是为什么震撼？我问你，考你一下，美国有多少？现在有多少架 B2？ 不知道，20架，20架而已。你听我讲，7架在维修，1架降落的时候损坏，是，所以8架是不能动的。对。12架是目前它所有最大的战力，说哈在这里给你看了。而且我再考你一个，是 B2 曾经以来最多几架同时起飞？几架？8架。
哇，这是12架破纪录的多，十二架一起同时出动起飞，是就告俄罗斯，我这12架你知道可以带多少枚核弹吗？每一架可以带几枚？可以带16枚，12架可以带196枚，哇，196枚，它同时发射出去的时候。它可以2亿3000万吨，那简直可以世界毁灭了。所以今天美国在这个关头把12架 B-2 通通飞起来，就是给你看的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各位，美国跑去修改核弹运送投资规定，这有什么差吗？因为它本来这个规定里面规定是核弹不能轻易运送的，会出事情的，会出事的，只有重型轰炸机才能带核弹。对，他修改以后，修改什么？说 C-17 运输机也可以带核弹。这是运输机，运输机。那怎么改呢？因为他不可能把 B-2 啊这些给欧洲各国。没错，欧洲各国有 C-17 啊。是，那可以丢核弹了、啊。对，丢战术性核弹 B-611，这是小型战术性核弹，让欧洲各国都有丢核弹能力。对 ，B-61 核弹，欧洲有没有？有，已经运去了。对，所以它这个运输机可以丢核弹。其实美军，你看驯龙计划，早就有驯龙计划。是，驯龙计划是个什么计划？就是让运输机可以丢炸弹。好，各位看驯龙计划。现在C-13第一次C-13我们有C-13，我们也有啊。第一次看到丢炸弹下去，这托盘C-13丢下，第一次这在哪里？这在挪威。是，为什么选在挪威外海？挪威不就是悬在俄罗斯的一根刺吗？就是让欧洲各国学习这个。是，他们现在你看训练，波兰已经会了。对，现在波兰已经会用C-13去丢炸弹。对，所以现在美国就告诉俄罗斯，我不只是 B-2 这种重型轰炸机，虽然只有12架，是我到处都有各式各样的运输机。最后一件事，我跟你讲，美军现在居然重新编列预算，各位看，他所有的核武基地跟核武碉堡全部用灰狼直升机去保卫，就说我打核战的时候，你万一先摧毁我或者你派地面部队，我先回来。所以美国现在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，全世界各国还在懵懵中。我们头顶上已经有太空核弹在盘旋了，你觉得它什么时候会爆炸？美股被血洗，台股今天也跌1000点，到底在跌什么？观众朋友，几乎一整个月前的现在，也几乎是一样的理由，对于美股经济前景的忧虑怎么又来了？今天开盘，我们台股只有开盘一分钟下跌，立即杀了上千点哈。当然尾盘拉拉拉，可是我们还是最后的收盘还是跌了999点，这个数字很特别，因为开盘是一个888的数字，是谁？是台积电。我们看一下台积电，台积电今天最主要真的跌的就是它哈。虽然尾盘最后只有收到889，可是在这里面我们大家担心哦，台积电到底情况如何？我跟你讲，我们真正来抓凶手，我们要去证明台湾根本无关我们的台积。正央在哪里？观众朋友你看一下，其实是美国的制造业。观众朋友你看，目前为止在 PMI 也就是美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，现在居然让大家嗅到一种味道，也就是你在这最新公布的是 47.9， 居然连续两个月衰退，跌在荣枯线50以下哦。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大家担心哇，美国人你要衰退了，美国经济被崩软哈。那在这个情况是不是真的是如此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因为恐慌指数就带动了，恐慌指数创到30%以上哈。目前为止更恐怖的是费半，我们台股最重要的是费城半导体哦，费半居然一跌了将近8%左右哈。我说噻，那个是疫情2020年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子这么大的一个篇幅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们要赶快看问题在哪里。我跟你讲，观众朋友，是9月魔咒。来，君相，你看哦，目前为止这是近百年的统计，不是我来讲的哦。你看1928年哦，距离现在你可以看到只有9月份，冲黑几 G， 黑几 G 至少1.2%以上哈。你看，历年来通通都是有9月魔咒，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你不用担心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巨象，你知道压垮这一根最后的稻草是谁？是一根香肠。
是一根香肠。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？我跟你讲，大家都知道，全世界最爱花钱、最爱消费的叫做美国人。美国人无肉不欢啊，在他的晚餐你一定要吃到牛肉、牛排。结果你在大口吃的时候，最近发现，哎，在达拉斯最新的一个联准会来银行发出来的报告，居然美国人晚餐不敢吃牛肉，他要吃什么？只是改吃香肠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在这个情况，经济的衰退已经都嗅到了氛围。还有另外一个更关键的指标是什么？ 是这家公司 Intel。 美国投资人想说，怎么会养出这样的一只猪队友啊？没错，你看 Intel， 我跟你讲，Intel 它是这个半导体的巨人，直到现在大家都不敢忽视它。可是这是美国那个制造的代表，对不对？俊翔，你可以看到它今年它的股价跌了将近六成，有史以来最惨，一年之内耶，它的营收破到不能再破，惨到不能再惨。原因是什么？其实最重要的是它的策略完全错误。为什么呢？它的策略居然好 AI 该跟上，你没有跟上 AI， 结果你偏偏进来跟这个好面子嘛，来跟这个台积电要来抢晶圆代工，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你必须要断尾求生。在今年以来，它的营收凄惨到不行，现在等那个我们台积电已经去欧洲设厂了。他现在你知道，这个 Intel 现在反而反过头来，他开始砍掉他所有资本支出。就像你知道，他原本的资本支出打算一年之内要多少？将近1兆台币。结果你知道，现在近期他发现他的营收各方面通通都不行了，赶快怎么办？赶快撤手，也不敢扩厂扩建。所以你就知道他目前为止的气数快要将近了。那我就问你哦，有一个地方短兵相接就是德国。台积电德国厂才刚刚签约，对吧？结果他现在 Intel 传出，我德国厂我要 stop， 我要按下暂停键。所以人台积电公公把人的姓白就是外快喽。今天如果 Intel 他决定在晶圆的制造代工的这一块撤手的话，是他非得发单给台积电不可，会不会反而是台积电的大力多呢？没错，你披了一辈子的面子，结果你输掉的完全是里子。就像你刚刚讲的，这把人行共行外，把人洗白就行外快喽。你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你尬了半天，结果你最后你不得不把你的晶圆代工交给台积电来做，这情何以堪？那台积电目前为止掌握的商机，你知道全世界目前预估哈，这个是全球难道半导体衰退，所以造成这个Intel 这样？不是，是 Intel 自己敢被他自己全球竞争力大崩溃。所以在这里面哈，目前为止全球的商机是台积电研发副总讲的至少这个2030年之前有可能来到了1兆美元。是，我跟你讲，你几趴通通够吃了，更何况这个台积电还占了目前先进制程将近六成以上。你可以看到他们都做些什么呢？俊翔，就是在做 AI， 而且现在不是 AI 伺服器贵重，是 AI 机器人。观众朋友，你这一定要看好，未来这都是你的 buddy 啊。目前为止，像是这个美国，他刚刚推出一个非常夯的哈，这非常有名叫 AI 保全。你看那个胖胖的有没有？你看到画面非常的可爱。这胖胖的你不要看他，他一身有272公斤啊，目前一台要价要30万。你觉得好像贵重重？没有，我跟你讲哈，他在目前为止上工4个月，在整个全美国犯罪案件居然减少了一半，减少了一半，连保全都可以是 AI 后面就是满满的台积电啊，是全部都是台积电。所以管理部为什么我们告诉你台股你不用欢乐，这个进场去抄台积电就对了。在那里面目前为止不只是个 AI 保全哦，你知道目前为止据说调酒师，很多人觉得我们去一些娱乐场所，那个调酒师啊，他的那个艺术氛围啊，完美的比例。我跟你讲，现在人形的调酒师机器人全都出来了，1:1，真人完全没用。现在这个人形的调酒师机器人非常有名啊，他叫做亚当。好，这个亚当目前为止在全世界诈骗了所有的调酒师。我跟你讲，上千种你喊得出来的名号的调酒，他立刻可以在30秒之内完全帮你调出来。味道不会跑掉吗？完全不会，你要完全学习人的 AI。而且俊翔，你知道现在大家都知道特斯拉赶快去紧急征召173公分的人，你要去留意哦。哎，你的 Hoggy 回来了，因为他要开始调教他的所谓的特斯拉的机器人。哎，这个时薪非常 juicy 哎。1个小时有1600块台币啊！我跟你讲，连我都很想去哈。但是你要注意，他到时候全身要戴 VR 眼镜哦，而且很重装备，一天要走7个小时。是。现在他就专门在调教所有的机器人，以后你跟我真人一模一样。而且在这里面已经进入生产线，因为我们调教这些机器人就是为了要进入生产线。现在你能做特斯拉的那个手背跟各方面，我跟你讲 ，BMW 已经出来了，他的手背机器人目前为止叫做 Figure 2，好，也就是这个人他的人形机器人。它可以直接在现场上线，你可以看到哦。当你这个汽车正在做，它有很多钣金薄到不行，一下子就会折损。它
的手指头灵活到可以操作，我怀疑哦，这些人形机器人有一天他真的去上线来帮你组装 iPhone， 你都不知道原来不是真人弄的、啊。满满的 AI， 满满的台积电元素，所以是正问我最后问你哦，就是说我们刚从 Intel 撤手晶圆代工的这一块，是那空出来的市场。真的会让台积电赢者全拿吗？不要忘了，还有另外一家虎视眈眈，一直急着追赶台积电的三星，会不会顺势也把三星又给养肥养大了？今天这张表格可以看出什么呢？是很多人都觉得哇，三星退那个 Intel 退出，不就是三星大好机会？错，台积电才是真正的重点。为什么我们这样讲？我们就数据论数据，那个俊祥你可以看到，我们从2022年的 Q1。一直到现在哈，我们在台积电全球的市占，这是全球市占哦。好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是2024年的 Q2， 你可以看到，观众朋友，我们从53.6%全球的市占率，直到现在我们是62.3%。我跟你讲，全世界几乎都是台湾在台积电在独揽。可是我们来看三星，三星你何在？你跌都位嘞哦，从那时候大概只有16%多，一路降到现在只有11%，而且他现在哈、哦，这个居然这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我怎么说？他不仅要拼你的先进制程，他要拼你的先进封装，他已经开始对外量化了。2030年他要拼过台积电，我跟你讲，大家要看，你可以看看现在全球的封装 ，CoWoS 现在正在展览半导体展，目前为止台积电有46.2%，三星寡贼43.3%。我的天啊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台积电你算了尬过台积电，我觉得你做梦比较快。今天审议明年的最低工资最后拍板定案，明年调涨4.08%，但是大部分的劳工不止无感，更多是不开心。为什么？加薪根本加不到他们。最新的调查显示，如果明年最低工资连九升不用，如果已经确定了，有近60%的老板将会减聘临时人员，多出来工作怎么办？通通灌给正职，那本来就低薪的正职员工不是更血汗了吗？还没完呢，加薪好康他们没份，通膨螺旋一个都躲不掉。有45%的企业已经说了，因应基本工资连九涨，明年他们要调高商品售价，也不用等明年，从现在开始，研发就32年来首度调涨，甚至到张国洲蔷薇散涨幅也都20%起跳啊。是啊，我们知道目前台湾的最大问题就是低薪的问题哦。那也看得出来呢，政府希望能够摆脱低薪鬼岛的名词哦，看起来有些作为。那包括像今天的这个最低工资的审议委员会哦，历经了4个小时，终于决定了明年的最低工资要从27,470元调到28,590元，涨幅约4.08%。那时薪呢，也从183元涨到了190元。可是你光看这个数字哦，其实大多数的劳工朋友应该心里跟我感觉一样，根本无感嘛。就涨了一点点钱，说真的，你现在的通膨都已经是盖过去。那我必须要讲了，它有涨还是有人受惠？哪两类人受惠？第一个，你本来就领最低工资的人，这些人可能原本来就领个27,000-28,000的人，他会有些受惠。再来，你本来是可能收入是高于最低工资，大概多个1-2千，就可能你到28,000或29,000，那这次调涨之后呢，可能你的老板会愿意帮你加一点薪，所以看得出来只有这两类人受惠。但是我们要摊开平均的数据来看，其实现在大学生是最辛苦，很多大学生啊，现在平均起薪只有3.3万，3.3看起来已经不错了呀，3.3万看起来不错，可是问题是你要跟10几年前比的话，你还是没有太多的进步，而且重点是有23.9%，也24%，将近1/4的人他只有月领2.6K。重点在哪里？重点是33,000你以为不错，问题是其实是非常 M 型化的，是就寿星阶级高的很高，低的26,000而已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被拉高平均了，这个情况有多严重？是我们知道这个平均就是两个极端嘛，高的这个，如果你大学毕业，如果你选对的科系，然后你走可能相关的一些电子产业的话，你可能薪水很高。可是如果你做比较基层的服务业的话，那相对来说薪水就比较低。所以现在包括卫社会，就是谁？卫社会现在这个全国产业工会就表示说，如果你的收入在平均薪资的中位数2/3以下的话，那就是目前28,000元，大概目前有128万人哦，这182万人里面几乎有一半是在这次调薪里面是不会受惠的。这就是我告诉各位观众朋友，为什么这一次4.08%的这个调薪好事啊？为什么无感而且令人愤怒？就是讲的是这些人，是128万人，快130万人领28,778块，
高过于这个最低工资的楼地板，加薪根本没你的事，你照样领你的28000，人家他已经加上去了，你一毛也加不到啊。是，等于我换句话讲啊，如果你今天是领个30000出头的这个劳工朋友的话，今天这个楼地板调高的话，你的老板会主动帮你加薪吗？可能很少，就变成这样的现象出来。那如果你是正好是楼地板的人，当然可能因为这次的政策受惠而提高嘛。可是很多的朋友可能是领30000出头的，那领30000出头之后，再加上这样基本工资调整的话，你的老板如果真的能够帮你加薪的话，那真的是佛心来的。所以就变成说，目前有68.8%的劳工哦，平均的这个薪资哦是不到70万元的，年薪不到70万，年薪不到70万元，只有69.9万，那这个比例是逐年增加。你就是可以知道说，现在其实我们台湾的薪资已经呈现非常严重的 M 型化社会。那个 M 型化，我们再给大家另外一个指标来看看，这个是104的统计。是，104说有2/3的产业低于平均，哇，那真的不是普通的 M 型化，是跨很大的 M 哎。是，我们知道有63个产业，它的月薪是高，大概是4.7万元。可是你不要忘记哦，这个同份资料报告显示哦，将近有40个产业，也就是3/3的产业是低于这个比例，就是4.7万月薪。但问题是，最高跟最低的这个差距大概要多少？来到57%，代表什么意思？来来回回差了20000元。我们就刚刚举例嘛，电子制造业可以月薪达到60000，但是如果你做比较基层的社服，或者说一些民生的消费业、服务业等等，你的薪水大概只有3-4万元，就差了20000块钱。所以为什么我说的 N 型化结构会越来越大？现在台湾就面临到这样的问题哦。这里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不是我们故意在那边撩拨低薪的这种愤怒感。扎扎实实还在国立大学，是我们知道国立大学他有希望征很多的这个校舍管理员哦，希望在晚上或者白天能够轮班制，要轮3班。可是如果你一般只当像这样子类似保全的工作，其实30000块钱来说也算低了。可是你看他的条件其实还更严苛，他还要你要会电脑文书，你还要会水电，还会消防，还会土木，结果薪水28000元而已。会这么多才28000一个月啊？是啊，你当个工具人当成这个样子，结果薪水还不到3K， 这30K。真的是非常讽刺一个情况。另外呢，也有网友最近在网络上表示，他说：“我刚大学毕业哈，这个薪水呢只有28000多块，29000左右。可是我看看我的同学们，每个都领大概40000块钱左右。其实我现在会有点避于跟他们一起出来聚会，因为聚会我会尴尬嘛。因为聚会大家都会聊什么？聊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啊？你的薪水多少啊？那一聊到说我只有20000多块钱的时候，我会不会觉得好像有点尴尬？所以现在社会上会产生一个现象，就是说，如果我这样薪水条件比较低的话，我就不会参加这些聚会。我宁可说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有事，我没办法参加，要避开这样的尴尬的情况嘛。这是一场劳资的战争，但这不是战争，劳方永远弱势。为什么？观众朋友，我给大家看一个最新的统计，今天拍板工资连9升，已经有将近60%的老板说他们会减聘临时人员，就是刚刚说的每个小时以终点计价的这些临时人员，既然你已经加上去了，是，那么我聘用你成本增加，我就不聘你了。那事情要有人做啊，就倒给了这一些正职的员工，你领28000你也得做，领30000你也得做，那我不是更血汗了吗？我们一定希望说能够增多点钱是最好嘛。可是你站在看他资方的角度，他们其实看的方向其实跟我们劳方是看的完全不一样。因为资方的看法是说，如果调薪的话，他们盈利就会受损，盈利受损之后呢，其实他们相对于下面的员工的待遇来讲，或多或少也会减低。问题是，很多民众讲说，我为你的公司工作十几年了，你有没有给我加过薪？这个才是重点嘛。所以现在就有人力银行的资料提出说，在去年其实有75%的上班族他的薪水是完全没有动的，即便你最低工资怎么样调整，但他们薪水没有动。已经有25%的这个上班族已经5年没有加薪了。所以你看得出来，即便你基本工最低工资调整，然后公司在公司的情况之下，他们薪水是没有动，所以变成说一个恶性循环，恶性的螺旋在这里。所以望着我问你，这是民营企业，你当然会觉得说，那也许我们就捧个铁饭碗，大家我看透懂不？铁饭碗这一种正职的越血汗，然后临时工越聘越少的情况依然发生吗？是，其实，在公务员体系大家必须要强调，公务员体系其实这种情况是更加严重。为什么？大家公务员进去的时候，其实薪水基本上都是固定的，所以很多公务员都会比较说，那我旁边这个约聘的薪水多少？左看看右看看，发现约聘薪水比正职的薪水都还要高。真的假的？对 对，那我就考什么公务员啊？累死我！对，很多人觉得很纳闷，问我正职公务员，我工作量是约聘的2倍，是因为我逃不掉嘛？我薪水没有2倍，对，我没有2倍嘛。可是约聘的，看起来他的待遇是比我好，
那这样子就变成说，你承担两倍工作人，你薪水没人家两倍，结果你这个工作会做起来比人家痛苦许多，像就变成连公家体系哦都会有这样的恶性循环所在。所以哦，就很多网友都发文说，哎。因为很多朋友还是领这个最低工资，他说、欸：“如果我月休八天，我每天工作八个小时，我薪水只有2.8万，我到底要不要认真工作？”其实很多网友就想说：“哎呀，你真的不用认真工作，你薪水领这么少，你卖血、卖汗、卖命为这家公司服务，公司换来的给你什么？他也不会给你调薪，你干嘛这么认真工作？”就会变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，产生在各个行业里面。所以啊，回到今天的拍板定案。这个最低工资连九升，明年加薪最低工资4.08%，加薪都不利。可是通膨的涨价的螺旋一个都躲不掉。看物价就知道啊，哎，物价这个涨东涨西的，没有涨的真的是算佛心的。那如果明年最低工资也调整的话，现在已经有将近50%的这个公司哦，44.8%的公司表示哦，明年会调高他们的产品售价或是服务的售价，等于。掌声已经开始响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现在94%的上班族也很担心啊，哎，我薪水如果调个1-2千，那物价是不是涨了不止1-2千？我过去可能涨个1-2千，哎，我还可以多1-2千，可能下班之余我可以去吃个什么东西。可是现在问题来了，物价如果一餐给你涨个10块，你的薪水就是不想默默被吃掉嘛。所以像主计总数的统计哦，如果扣除掉这个物价上涨，你实质薪资涨幅的确有涨。的确涨得也没错，而且感觉上数字上看起来也超车了这个通膨的速度。但问题是民众没有感嘛，你的数字显然跟民众的感受落差是很大的。我们举一个表格大家来看，我们说28年前，其实大家都喜欢往银行业去走。为什么银行业走？福利好，对不对？奖金又多，所以28年前就有网友晒出这个薪资表，哎，发现最低的薪水哦是33K， 也就是3.3万。可是这样不对啊！我现在大学毕业，我去做银行业也是3万多块。但不要忘记了，28年前的三点三万跟现在的3.3万能比吗？当然不能比。各位，28年前的一块鸡排多少钱？35块。现在一片鸡排多少钱？基本上都要破百了吧？你再加个胡椒粉，还给你加个5块钱都有可能。所以物价已经回不到28年前的样子。你薪水就算一样，坦白讲也是没有用。再来哦。很多人说好，那我没钱，我度个小月，我吃个卤肉饭可以吧？结果呢，我到了台北市的市区哦，想要吃个晚餐，吃个卤肉饭套餐。你看哦，它只有一个青菜，然后一个贡丸汤，然后一个卤肉饭，这样多少钱？150块啊，哇，好贵啊、哦欸！至少也加颗卤蛋吧，看起来比较有诚意、哦。但是你看哦，这样子的套餐要150块，是很多人都吃不下去，而且分量。真的很少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是要我一定要吃2碗的，我绝对吃不饱，太少，而且还要150块钱。那我问你，还有一些朋友他是反正哪里有便宜我往哪里去，比方说像是超市、超商的集齐品那边可以打折，我们就来去抢便宜、欸。现在听说也起了一些变化。哎、欸，是啊，我以前也在超商打过，我也知道很多民众、啊、可能会在这个晚上半夜的时候来看，哎、欸，这边有集齐品啊，哎、欸，有打折，对对原本可能60块哦，打折变40块、欸嗯。对很多学生来说，我省这个20块 ，OK 啊，反正也还没过期是 ，OK 的嘛。结果现在呢，哎、欸，集齐品。堆满了物价上，没人要去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已经涨价涨到，现在的集齐品哦，我跟你讲，如果它涨到100块，它再打个折，变成降20块，变80块，还是很贵嘛。所以你看哦，我一次涨20块，我再打8折下来，也等于。也等于原来的价格、啊，完全没有降价的感觉、哦，所以你根本也花不下这个钱。那如果要是80块，我干嘛是超商的集齐品？这问题就在这里嘛。所以你看，超商集齐品现在没有人要去吃，原因就在这里。那我说那了，现在这个大通膨时代，薪水也没涨多少钱，只能祈祷你真的不要生病。因为你生病的话，连药都涨价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这个非常有名的张国洲强胃散，他已经6年没有调整，那现在他决定要调整了。各位观众，他小罐的从150块涨到180元。大罐的，好，你说买大罐比较便宜，大罐的600元现在涨到720元，涨幅20%。今天我做周八豆丢丢，听您讲到这个地方，我要多考2匙了。可是它涨价了，是，所以现在不止涨价，不止只有吃的，也包括你食衣住行，样样都涨。那即便你的工资调涨1-2千，或多或少都会被你的通膨所吞噬掉。5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，俊相又来了，谢谢大家，是你们的订阅数。加持了我们，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，多不容易！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，他在播的时候，我要盯着直播人数，升还是跌？一觉醒来，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。一段时间，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，真的无限感激。最后，
我要跟大家瞪眼看，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，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五七报新闻，俊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.